比嘟，马托哥，你吃饭了吗？我是说真的，你吃饭了吗？普拉马扎马托哥，你再用这个声音讲话，我就打爆你的头！哎，爸，有位男生想约我出去。那个男生是谁呀？我们已经认识两个礼拜了，每天早上他都会叫我起床。我跟他说我生病了，他太关心我有没有吃药。所以我说那个男生到底是谁呀？就我有啊。那你们要去哪里呀？你们去电影院的时候，不要坐最后一排呀。男生就是想趁电影院很黑的时候。怎么样啊？我的呀。但是坐最后一排离逃生出口很近啊，万一发生火灾那该怎么办啊？而且爸爸，其实我们要去的是，千万不能去 YouTube 啊，绝对不能看铁达尼号，看爱情文艺片不好吗？男生只想演爱情动作片啊。没有啦，他真的很贴心耶，知道我很喜欢 Milky， 特地要带我去他家附近饮料店喝奶茶。千万要看喝你的饮料啊。你怕他偷喝我饮料？才不会，他才不是那种人。不是你怎么讲不听啊？第一次约会不要去人少的地方，饮料不要离开你的视线，穿着整齐干净的服装，要让家人知道你去哪里，女生不要傻，男生不要坏，眼看四面，耳听八方，女生注意安全小心，男生注意绅士礼仪，约会健康又开心，白痴公主关心您。天哪，今天是8月8号哎！听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。哎，爸，我们去约会吧。也该是你回馈爸爸的时候了。哎，爸，你当初怎么追到妈咪的？这个嘛，那当然是去 YouTube 啊！干你娘！哦，对啊。喂。哎，那个男士，你那小了。男生注意绅士礼仪，洗白。我刚有一个念错，要让家人知道你去哪里。耳听八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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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耳听，耳。眼看四面，八八八，耳听八方。哦，耳听八方，方方方。大家好，我是谢赛。我说你的 tempo 怪怪的。耳听八方，不要八方。耳听八方，要八方。眼看四面，耳听八方。对，我是八方。八方。八方云集，比四海游龙好吃。对呀、啊。